就做英文的标准。到去年他做这个英文的标准，所以他有非常多跟这个中文会打交道的这个经验的话，那他是骆敬诚啊 ，Johnny， 那我们欢迎他，谢谢。大家好，那这两天大家应该有不少各个国家有关立法院啊，或是选举资料的应用。那小弟刚好有参与台湾议员跟立委的投票组，所以来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下。那么这边要先说声抱歉，那今天演讲没办法一一感谢曾经贡献和帮助这个专案的每个人，因为像议员投票组啊，我们有20几个县市，其实最后也是有20几个人。整个各个县市的资料，他就帮助这个专案完成。那么他提这个方案，我做这个的话，我这边有含义，但是我怕我会破面子。那我做这个方案，后常常会有人问我说：“哎，你是当什么政党？”对对，我是在区里面工作。那不是，那我其实也是一个要上班的上班族，然后今晚上我应该会觉得有点忧郁。那各位打官司找律师的话，你会想要知道说，各位律师打过几场官司？那我做投票呢？投票经验，在还没做的时候是2次，现在也只有4次。那这个刚从2013年初开始做到现在，还没有做完。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也是到选举的时候。或许会帮忙当白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候选人说啊，我是第一名的立委，我跟他跟你讲说，他为什么是第一名？是哪里第一名？再来常听到说，他要带一个地方起飞。他跟你讲说，地方要飞到哪里？不知道怎么起飞，他会跟你讲。那最常见的就是啊，选前说拜托拜托抢救我。他们就觉得，那这些选举之中，拜托说抢救存在哪？那我第一次，第一次投票的时候，看到这个政府的选举公报，其实我是蛮震惊的。就是我不知道我们政府接下来有没有资料，因为我决定要投给谁。你大概看一下，他都有没有照片，然后姓名这些资料，他特别看起来那个蛮大的票，还蛮重要，证件。可是仔细一看，就是也是他未来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很奇怪，你去那找工作，都要问说你曾经做过什么。那如果今天这个候选人为我应征这份工作，他就说：“你选我，我就帮你公司占利益。”那你就怎么相信嘛？然后我们就怎样跟他互动吗？就是我比较想要看的是说，他如果当做我当做利益的人，他不会告诉我他做什么。那时候我第一次投票签的时候，很不好意思，我第一次投票签是我们家里人的时候，他投给谁，我就去投给谁。我下来之后，我就那个情绪感觉很奇怪，就是不太舒服，然后还有点沮丧啊，就觉得说，我们引以为傲的民主，那在我手上马上变成愚蠢。然后如果这样就是民主的话，那民主到底什么？然后我想说，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困扰。那我们可能不投票，为什么？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投给谁，我们没有足够的资讯去判断。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台湾民主是少了些东西。那经过一段漫长的岁月，今天就跟他提这些都过去了。那最后我们呈现给选民，知道说。对中学会资料，这边要特别赞美中学会，今年选举的资料是直接用 API 开放出来，我觉得非常不错。然后我说中学会资料就是你去公告上看得到资料，当然就还有粉丝会想看到他们工作的履历，他表现多少，他到底有没有去开会，到底有没有去投票，他提了什么法案。那再来就是要整合一些有关企业的资讯，像是一些财运的财产申报，还有它的政治现金。那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两次选举的这个网站使用者，这是2014年1月选举，大家看到首尔才有10万，
然后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报道率，就是当时他说他进来一百个人，有三十个人是没有看任何其他的资讯，直接跳出这个网站。那这是今年立委选举，也很巧，也都是十万，不过，然后报道率也到了30%。那其实我们台湾的投票率70%，不过也是巧合。那就是看到这个总数使用者感觉40万人还好，但其实如果我们放到单一选区去看，例如就是台北市的40%，那可以看到左下角最大方的票数差距是大概13000票。那总共来这个网站看这个选区的人有25000个，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觉得说好像稍微有点影响。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选情更激烈的选区，这是台北的中正万华区，最后票数相差是大概6000票。那总共进来这个网站看的是在20000个使用者。那么也可以大家注意，就是总投票人口，全部出来的大概是16万，然后全部来看的大概5万，差不多。12.58%。那我这个统计数据是选前一个月，所以大家可以稍微跟这个大门大门第三阶段的13%比较，现在知道13%都不能。这个只是他上网进来看的范围。那再来是我自己觉得可能有潜在的影响，但是去年以立法院网站来讲，我个人觉得改的还蛮不错的。我自己觉得我使用起来也算是我看到蛮多我想要看的东西。那再来就刚提到中选会的资料，他去年年初的时候也有邀请我们去年有做选举相关专案的去分享一些使用资料的经验。那么要很快在年底他们释出这个选举公报 API 的时候，而且我们也建议大家7成都采纳，而且在多年时间就有实作出来，我个人觉得非常了不起。那最重要的影响，我觉得是我个人对这种事，就是我们人民的思考习惯。就是我精选三个使用者留言。那第一个人他说，做工会以后觉得所有的使用者里面应该两个可以选，谢谢各位有志的选民。然后我觉得很感谢，因为他有来做工会。那22个候选人的是我自己也就觉得很难选。然后他第二个时候他说，我看到了想支持他的说反对的议员，大概没出席的人在。我都觉得很好，就是不是只有我想要看到这样资料，而是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想要看到资料，只是我们不知道去哪里看。那像第三位使用者，他说他想是许多年议员，我觉得他的身上资料里面不免有利用隐私，他就要不要说明一下？那我就觉得很棒啊！使用者从被动接收资讯，到现在他想要跟他候选人沟通。想提出质疑，我们不再只是在选前的时候被动拿那张纸，然后被迫选择。我跟稍微留意一下，可能常大家没办法看到，就是这个网站使用者统计资料。那就是使用量前六名，刚好是我们6个直辖市。那比较特别的是，虽然台北市不是人口最多的地方，但是它的使用量是最高的。然后，另外一个黄色部分可以稍微看一下，其实台中人口只有新北市的大概2%，但是他们我们这个地方陆战就是说陆战人口差不多，所以我个人猜想可能是台中人比较乐意分享的另一个，所以他们没有看到陆战。然后再来我对这个地委的页面总共提供了5大分类的资讯。那经过统整以后，发现最后看的就是表决立场的页，而且它光是这个种类的使用者就超过其他全部场所。然后在表决总览地方，大家停留时间特别短，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因为做的太烂。然后另外有一个地方红色的这个证件的部分，可以看到其实。证件全部看的人并没有很多，但是
可能都是从这个地方内在，所以我猜想你们是其实很多学员是很在意当初这些候选人让他们承诺的事，他进来看，然后你可以看到中立看来是最高的，到时候看完你会觉得周期有点低。那我稍微因为公司也没有看过网站，所以稍微看一下那个当时用量最高的这个立委表决立场的页面是长什么样子。那这个表决立场呢，是由网友就使用者自行去写这个标签，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表决，我该怎么用一段最短的话来描述它，然后由每个使用者去做投票，那得到最高票的标签就代表这个表决。那统整下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立委他的反对啊、赞成什么样子。那这个议题是经过网友简述过，可能比较好懂。但是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表决资料，我是蛮惊讶的，原来立委是可以决定要不是要在续建停建，我以前当过人民大学，因为我以前什么都不懂。那其实我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2013年也做了，然后立委那时候是隔年要选立委，然后我才发现说，原来立委跟议员是不一样的东西。那刚这个是有跟使用者有关，但是我们说说一下，网站其实总共使用者注册人数只有330，总共关注数只有74，那有最多人口代表关键也就这5个，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很少在参与，光是注册人数都跟月亮人数大概1/1000都不到，所以我们可以提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更少人参与做投票的话，那这个标签还有意义吗？那这个我会觉得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使用者年龄分布，所以可以跟刚刚韩国比，他们大概是30岁以下是73%，那我们大概是60%。那因为如果用提供18岁以前的创始，那具体的问题我只是想要说，如果这样的提供就是不提供性别这个选项，那国家来源呢还好，台湾是第一个，那再来是美国、日本、香港。另外，其实也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如果我们之后想要做这样的东西，然后预算我们经验不足，那你大家可能可以签这几个月的计税资料。那大家都发了什么东西给我们网站？超过50%是用行动方式，那44%是手机。那行动方式里面呢 ，iPhone 都占了快1/3以上。所以如果你看没预算没时间，就是这台电脑。然后都大概有什么网站呢？有50%是经过这个社交媒体进来的。那另外有这个很让人个人惊讶，有20%以上的人是经过直接点击媒体，表示说，比如说朋友直接传递的，在他们的聊天群组啊，或是用 email 机，那他点这个媒体直接进来的，高达20%。那其他像是社群啊，或什么，那社群媒体进来的人，全部几乎都是 Facebook 进来的。所以如果你要下广告的话，做这类的东西就直接在 Facebook。OK， 那从做了这些到艺人，你想要分享一些，可能是现在开放之后越来越蓬勃了嘛？那开放之后，我们到底该怎么使用？我自己整理的这个5点。比如说，你可以从这5点下去想。我也可以有大例子。那怎么让资料更机密？这是我们监察院的政治先机。那因为我们能用那么多钱嘛，我像我看到那么多后点的时候，我要数很久。然后，他在我的里面其实就是比较难看，而且他都是在一个像期刊的。PDF 里面，你要去寻找是蛮困难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图表，然后把那很多豆点，然后变成说几百万、几十万、几千万，那我们在国语化应该能够。像这样，你看，我去看一下说啊，这波钱，每一半钱是从 EC 来的，
然后四分之三的话在全场。那像这个左边是收入六六四十五，那选民选举居然可以负债1300万，但是为国为民在投资。那像这个呢，你要知道东西，你看个例子，常常看到不管中选还是什么，大家都只写第一选区、第二选区。不，其实我像我做这个网站做这么久，我还是常常在选举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第几选区的，就是麻烦把行政区标上去。那行政区标上去其实也是有问题，你看第五选区跟第八选区都是有中正区的，那没关系，你可以再把它列出来。你把比较少的列在上面，那其他都属于另外一个选区这样子。那这边是一个举例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因为大家很多时候呢，里面的人就已经对选区太熟，所以他可能没有这方面有 sense。再是我们的一个深入一点，就是有些资料可能是这些单位不敢做。左边就是立法院的会议记录。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很惊讶，那奇怪，我们是选出了100多个议员吗？我们这边才有50几个人在投票，那另外半个跑去哪里？经过这个重整一下以后，看这个会议，看到说，我们的议员选很多人在投票，还有还有50几趴投票，而且像这样子的记录，我都觉得蛮严重的。他等于说是让他消失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所以我们应该都给他一个舞台。那像这个是新北市的议会会议记录，那这也是有一样的问题。他只有列他出席的历年，他没有出席，他就没写。那在所有经过现在同整，你看得到，有人在一百二十次会议里面只报了5次，4年下来。那其实这个网站有一个很大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不会去做管理。大家看到你列出缺席，你可能心中觉得说不好，但当时也是因为你觉得缺席不好。有些人觉得缺席很屌。哈哈哈哈哈哈！大家不要出席，你可能也觉得就是不好，就觉得有些人义无反顾的，对。就是我过去做管理这件事情，我是把判断的权利交给每个人去做。但是我觉得可能比较不适合这样做，就是个人意见，就是像这个刚刚讲到的表决立场，是由使用者自己去加入标签去投票。那我觉得这个状况就有什么危险呢？如果他标示不够清楚，人家会以为这个有网友产生协作产生的这个东西是官方本来的资料，那也许会造成更大的误会或是混淆。那像刚刚的表决立场就可以列在最后的这个选区的页面，他就可以看到说，那我只选3个得票最高的标签出来，那他其实选民就可以蛮清楚知道说这个候选人大概的立场是什么。那如果对，就是网站会有一个很大的思想是说，我们太难判断这个候选人他的绩效，那我们至少能够判断他的品格，你至少能够判断他是不是在说谎。毕竟这个才能是可以培养的，品格是买不到的。那再来资料可以做跨部门的整合，因为我觉得其实资料都只有单一资料的话，就其实资料价值就是没有产生出来。像是立委的，我就是从立法院、立法院中选会合并一起来成这个网站。那议员的话，特别再从县市主计处这边拿了工程建议法。那工程建议法是什么？这边要特别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议员的话，他们是县市议会预算的审查者，但是他们也可以去建议县市政府做什么工程。那像这个议员，他4年下来提了工程案，通过了2亿多。他工程下来就看到，有一笔1亿多的赚，里面写的都要涨价。那最后这个议员也有两个全办法被解职了。那这个资料可以从在什么样的面向来看？比如说，你可以从得标的厂商，他得标的案子都是哪一些议员提的？
许中间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从要从公司资料、登记资料，然后是董事股东的资料再去深究。所以就跟老师说，你平常可能都听到说议员包工程，可是你都不知道他到底包什么。那现在我们就有一个资料地方可以看到，啊，他可能是在做什么合并的合体啊，那你可以看说，那这个金额到底实不实在？那这个工程到底是不是合理、你需要的？那最后有一个就是说，有些资料会消失，然后有些资料就是开放资料，那我们要试着把这些资料都演化成开放资料。那我再提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这是监察院的财产申报阳光法案。如果你去搜寻网站的话，然后你去随便点一个想要看的财产申报，他会看到这边是什么报，他说会有丧失财产申报的身份，所以资料保存你会要销毁。那换的时候就觉得真是太扯了，就是完全我们小翠做出来的文件都跟实物一样过期，然后还要销毁。后续那个新年开始，如果说要这个答案加上期限的话，好像是10000。那其他就如果依法销毁就算了，但是我认为我觉得法规抓的，那我就觉得奇怪，那为什么不提供给民工查询？那难道是只有有权有势的政客可以拿到这份资料吗？这资料只是你们用来做政治斗争的工具吗？那我觉得不是嘛，这是文化局纳税缴出来做的东西，这是我们民事的权利。所以说现在这资料我们用到工厂，就是提供每个人自由下载。这个网站可能很多人都很好奇，说大概花多少钱啊？如果你也想做的话，我们大约一下，这是2016立委选举，那这其实是立委跟议员两个网站加起来的花费，就大概在选举那个月，大概1月的时候，总共花费也是40块美金左右，那平常大概花20块美金就可以维持这两个站。那时候做名字的时候，花了很多钱，因为那时候可能还没认，然后光是写课部分就来不及，所以就花钱解决这个流量的部分。那其实只要大概是一个月60块美金就可以做这两个网站，并不多。那最后我要就是跟大家讨论一些。那现在在利用这个资料越来越多，方面就是各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放咨询跟发言记录？那我觉得因为咨询它可以做一套做一套，那再来我没办法去验证它是不是做的跟说的是一样的时候，我不敢放那个资料出来，我怕使用者看到了以后投下去。但是那个可能说的跟他做的不一样。那再来，为什么那个新闻记录？那这就要问哪些媒体做出来的新闻我们要记录下来？哪些算是媒体？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没答案，所以我也没有做这个功能。那为什么没有到候选人问卷或是选情的一些承诺书？其实这个意义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去追踪他是不是言行合一，谁知道他签了以后后来做什么，所以就没有放这个资料。那再来第四个，相关越来越不能做，为什么我们要搭起自动配对候选人？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要深思，这个你问的题目，谁有权利来编辑这个题目？是谁设计这个题目？另外要问几题，这个我觉得是蛮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再来自动配对的问题，我也没办法说服我自己。我问了几个题目以后，我就可以找出最接近他立场的候选人。在这点上面，我没办法说服自己。我觉得这个中间还有太多问题。如果我们这么相信开放资料，那么相信资料带来的力量，那我们应该更小心的去使用它。那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衣服归毛，我只能人家觉得功能都不想做。那我这样的组织要自发性的开发，这就是开源。那到底是垄断呢，还是多元？你看你提的这个需求，我都不做，这样是不是垄断？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然后再就是这样子，这是长久之计嘛？我个人是觉得说，回到问题的根本，我就是希望说，我学的时候，我看到能够看到，有办法帮我判断我该投谁的资料。所以是不是中选会直接在选举公告上面印出这些资料就好？那回到这个网站的新装哦，就是我在设计这个网站的时候，最原始的想法就是希望可以减少人工诽谤，像这样，然后让民主社会台湾更进一步。那其实你就要问了，什么是进一步？是 GDP 增加了吗？那我觉得不是嘛。我觉得我希望这个指，我都说指南了，我希望这个网站是能够明确的指出啊，南边在哪里。那你要往北，你要往东，你要往西的，你不会走错路就好了。我不知道这网站有没有解决到你的问题，至少它有解决到我的问题。那我希望，如果它没有解决到你的问题，你能够一起来开发，或是设计出更好的东西。毕竟我已经20岁，越来越远，我可能不知道第一次投票的人有什么困难，所以欢迎大家一起进来，谢谢。之前我们在最大的时候，我自己在帮雅虎做一些专案，然后连接的就是专利的这个 API 啊，那它整合了非常多这个现在有一些资讯啊，那这个资讯这个 API 也是完全公开的，然后整理的非常好，这样。那我们再开放可以看我们两个问题，有没有？后面各位小姐。就是，第一个就是有关于资料上面的问题，就是我自己有在使用这个网站，那我交叉比跟我两个有兴趣的选区，一个是大安区，一个是中和。那大安区跟中和的共同点都是有，就是立委候选人他过去有担任议员的经验，跟像蒋乃馨，就是因为他很久以前当议员，所以其实在他上面是找到就是他过去的资料。那反而江永昌，因为就是议员直接转选立委，那所以就查到他上届的资料。我想问一下，这个资料上的处理为什么就是只有处理到这么近的？那更久以前的为什么没有？那第二个就是说，就是选区里面其实大家会看到，就是有很多是新任的候选人。那这些可以看到上面的资料比较重视的是现任者过去的经历。或是顶多他有当过议员，然后还有议员以前的上届的经历，那这样会不会让现任者的优势更为明显？那你们有考虑过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吗？谢谢。好，谢谢。那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为什么那个议员比较久以前是要找到，因为我是在2014年的时候才开始做，就说我做了当时就是比较接近那个年代的资料。那而且有已经有议员资料的，目前就我要去检查一下扣了，就是可能是因为我议员资料没有做到完全，所以说才没有议员到。那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既然碰到就议员其实会改名啊，或是什么，那我没有办法把不同名字的人定格在一起。那这个部分我有提给中选会，那中选因为他们有。这些报名候选人的身份证字号，那都是可以确认这个真的是同一个人。那我是希望说他们能够试出一个不用身份证字号，但是你至少有一个唯一的试点嘛，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不同的候选人都串联在一起。否则其实我都不知道1998年的蒋乃馨是不是2014年的蒋乃馨。对。那第二个问题，那个第二个问题。对，其实这样我看到那些新参加的候选人资料空空的，会觉得他蛮可怜。但是我并不觉得说
教师 只有对现任者好，因为如果现任者对使用者来说他做得很烂的话，他就不会是对现任者好。那当然我们也是有想说要怎么帮助这些新参加的候选人，我觉得之前很想说就是让他们上来模拟去做这些投票，比如说当届的所有表决，或是他模拟上来提个法案，你都要来竞选，你还不知道怎么写法案的话，那我还选你做什么？这是之前想说，但是一直没办法，还没有办法实施出来的部分。好，谢谢。那我们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啊。那我们就在掌声谢谢这个俊成，这个立委，这个立委伙伴。